大家好，我是李安。我是演员蓝莹莹。我是陈天松。我是余少群。我是张欣凌。我是王佑伟。I'm Lance Bass。I'm Ian McKellen。我是郑佩佩。大家好，我是李银河。张欣凌会在这个社会整个对同性恋的接纳上面做了很多的工作，而且呢，他真的，我想能够使得中国这样一个相当保守的社会能够改变观念，改变习俗。我觉得所有的父母都是伟大的父母，但是同性恋的父母可是更伟大的父母，因为你的爱将成为他们生命中最坚强的知识的力量。作为家长来说，无论他的性取向是什么样的，他都是我们的子女，都是我们最亲的亲人。你孩子需要你的坚守在我这，你的支持他。当你能够了解他们而给他们支持，他们会在这个路上比较容易走很多。爱是不分性别的，大家一定要勇敢的去爱，勇敢的去表达。爱不分性别，勇敢做自己，勇敢爱。爱不仅仅要诚恳地说出来，还要付诸于行动。爱不仅需要说出来，还要付诸于行动。I know you will do it。并不孤单的啊，我哋系需要互相嘅扶持。我哋选择咗爱嘅方式唔同。I wish I could, because I know how important it is for the friends and parents of lesbian and gay people to support their children and to change the world. You have all my congratulations and my support and my love. Congratulations and have an amazing conference. 祝今天的活动圆满成功。我在纽约祝第十届同志亲友恳谈会圆满成功。我也在这里祝福大家幸福。